我是瑞博，今天是107年2月25号，新竹站8:53，首拍摄是微笑区间车31274，经由屏东县看往潮州的微笑号区间车31274，经由屏东县看往潮州的微笑区间车，驶进新竹站。看往潮州的微笑全车3174。1851加1852微笑号区间车，31274，经由平阳县看往潮州的1851加1852微笑号区间车，3174经由屏东县看往潮州的1851加1852微笑号区间车，新竹，然后换新站台了。1851加1852，一个柴电头，一个那个电力型包专列，电力型包专列。是要挂补机吗？要看要看。31274，经由屏东县看往潮州的1851加1852微笑区间车，准备驶离新竹站。有补机耶！柴电头补机。我连起吧，我看一下。他准备死之后，才会死进新竹一站。OK， 准备死你。我是看到放牛的区间快车死离新竹一站。3081次吧，3081次，进入访，进入南回线看我访寮的柴联区间车，区间快车。然后 DR2900行车网 ，DR2902加 DR901。哇，我刚时也是3081次啊。3081次，经由南回线看往枋寮的柴联区间快车，DR2900行车网 ，DR2902加 DR2901，然后第代币区间快车，然后有补给，有补给。
快了说。通常区间车不会挂辅机的，就现在挂辅机。啊，我猜他应该是要代币那个吧，这彩电筒应该是要代币区间快车走之后才会提吧，因为我看下一班是取光号，看我花莲的取光号。然后过去停在那里，原来是要带开呀、啊。然后区间快车也是离新左营站区间快车，感谢各位。哎，302B4驶离新左营站。当时也是302B次啊，当时也是302B次，经由南回线开往新左营，啊没有，开往左营吊车场的地下3009那边组成之前啊，然后中间有，不，中间那个编组是车王编组哎、欸，地下3009的车王编组，地下3009车王编组，所以地下3001加地下3002，才连之前的车王。然后刚刚是2901的2900型车网，好酷哦！3000型车网跟2900型车网，嗯。然后我小圈车还未驶离，这样，好，谢谢各位。